他可是很难打交道的。在你今后成长道路上，如果出现了绊脚石，你也可以一脚把他踢开。年轻人任性没有耐心，可以理解。就是要拿你跟山菜关照明集团的几十万员工。来走。那你不是说那个我很清醒吗？来，老爷，你没有说清楚。什么资料？那么重要？我靠，你是谁？忘记刚才上一场什么怎么骂我的？他是很紧。我在做早餐呢。他现在在，对不起，来，再来一遍，来。他正受国际刑警保护组织。国际刑警组织在保护，我看来就没有犯过罪罢了。国际刑警组织的保护，来呀，都打你，咋嘞，弄打你嘛，没干什么，看你们素不素干呢？已经，哎呦我去，就一张呗，太过分了。我们走，等一下。OK。你干嘛？干什么？干嘛？说的干什么词？那我没有了，我又收工了。谢谢。为什么这个箱子在动？三二一。